啊，特别令人费解，可能也是要锻炼那些打击，也漂亮。漂亮，胡碧轩。维姆斯就地又抢回来，试一下。打得费劲的比赛都是对手啊，在控制节奏，不跟着他们跑。哦，这个出切漂亮，看梅奥能不能来解决问题。哎，哦，这个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就是恢复到有观众的情况。对，胡碧轩，突破，右手的上篮，看维姆斯篮下。哎，来这个球。好球啊！而且还有亮点，对，王新凯又是一个位置，哎，看一下广东队反击起来了，孔明轩，嚯，有漂亮，又是一反击，三打二，哎呀，林书豪又出现了失误，孔明轩，好，北京首钢的这个命中率也在下降，胡明轩，漂亮，胡明轩。胡明轩的三分，好球！哎，自己给自己去加难度。嗯，二十分，十个篮板，今天也是一个两分。哦，这个真正的开展还是慢呢，两个失误。又断一个。哦。有度的传球出现了失误，传了，漂亮，得了十分。阿联的三分，哇，直接甩，快呀，二加一。胡明轩，哎呦，真舒服。哎呦，胡明轩的三分，好，大家再打出去。就是嘉宾老师都喜欢谁的时候。先来看这次，哇！胡明轩突破，这球内线协防高度很高，但是自己这球差点又发球五秒了。哦，这球你是我们做简单的这个数学的话，一匹。哦，广东的反击又来了，兵临城下，好球！没想到这球还是短的有点厉害，上得快啊！后卫再投底角，胡明轩的三分球出手，再打回来。大了，这个准度啊会下降。单节是吧？对，单节。哎呀，叫洋货，直接投啊，拔了一个。